EasyGo 软体中心。当我们使用 EasyGo 简版的时候，我们可以选择我们自己想要安装的软体。 EasyGo 的简版给你的系统是非常轻薄短小的，那你可以让你的系统到你自己想要的一个大小。那于是 EasyGo 有在 EasyGo 9的时候设立了一个软体中心。那我们打开 EasyGo 软体中心，你可以选择你自己想装的软体。好，当然这个时候你必须连上网络哦。好，当你开启 EasyGo 软体中心，右上方这边会显示你即将安装的有多少个套件或者是软体。比方说我想安装 SMI 这个软体，滑鼠点下去，它这边就自动帮你选择了，然后这边会显示你想安装一个软体。那左边这边是以分类来做，也可以说是标签。啊，如果你是小学，你可以把小学打勾。打勾之后呢，它会预设帮你安装所有小学的项目。小学会预装哪些项目呢？好，当你点选小学类别，右半边这边是你可能会希望安装的项目。好，点选小学，那你在这里打个勾，它就会全部帮你装起来。那如果你不希望安装某一个软体，你可以再把它点选点掉，它这边就会没有了。好，所以你可以自己预设自己想装什么软体。那如果你是中学，一样可以这样。如果我小学想加其他的软体，那你可以用交集的方式，我想把影音再点起来。好，小学里面影音的部分感觉上是全部都装了，那在教育的部分，我们看一下教育，这样交集是影音又是教育的就没有，所以我们把影音点掉。好，在教育里面有这几大类，那如果你不想某一套，你就把它点掉。好，这样子你可以达到你自己想要安装的一个项目，最后直接执行安装，你就可以这个系统你只有安装了这些项目，101个项目。好，例如小学里面常常我们 PHET 需要，我们可以另外勾起来。化学资料构造是这个我们不需要。好，这样子你就可以多安装一套软体。那在小学的软体里面呢，是小学又是自由教材的，它这边就已经交集就没有了，所以你把自由教材勾掉，它还是安装103个软体，这个是小学的软体。好，小学软体所有软体在这边，你不想安装的，举个例子，我不想安装这个分享的，可以点掉，又变102。啊，自由教材我还想装一些其他的，我就把小学点掉，点自由教材。那我希望装自由教材网，我希望装地球动画，我希望装物理教学，看需不需要，不需要放着。那教育类别呢，我还想要，我点一下教育类别有没有漏勾的。好，这样子你就可以轻松打造属于自己的好系统。我会安装多少软体，最后你只需要安装，按下安装，选择安装。好，这样它系统就会自动帮你把
这104套软体全部装起来。当系统装完的时候，你这些选单也就会跟着改变。好，当他要安装的时候，他就会问你密码，那输入你管理者的密码，接下来就会开始连到机构的套件中心，去帮你把它下载下来，然后帮你把它安装起来。那这需要等一段时间。好，经过一连串的等待，从网络上把所有套件下载回来，它会告诉你安装完成。安装完成之后，你就可以看到你的系统，就是你选择安装的软体。举个例子，自由教材我就没有装化学的。教育里面你也看得到，没有一些化学的一些其他的比较奇怪的一些软体，这些都是适合小学生的软体。